香酥鸭头，这个一个它的净重量是49克啊，终于实现这个鸭头自由了。它的配料很干净，就是鸭头、植物油、辣椒、花椒、鲜花椒、是芝麻、姜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鸡精、味精、食醋、白砂糖和香辛料。收到之后就是把它放在冷藏里面啊，0到5度保存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像，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地摊上吃的这个平锅鸭头。看，这里是这种卤煮的，然后这里全是这个香酥辣椒，这个辣椒很香，但是里面有这个麻椒，吃起来会有一点点麻。我感觉把它配在一个面上面吃更好。这不就是在家随时就可能吃到一份这个苹果鸭头了吗？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鸭头爱好者能放过这个鸭头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它是香酥麻辣口的，然后不是很辣，就有点那个麻辣，然后还有点甜甜的那味道。它的骨头和它的鸭脑都酥了，真的巨香巨好吃，希望是鸭头的宝贝一定要尝一尝。